京法网女双四强赛中，谢淑薇和彭帅一起顺利的取得冠军赛门票。谢淑薇也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个打进法网女双冠军的选手。带你看中天新闻的第一手独家报道。还蛮激动的，很开心，因为我们第一次打到法网的决赛。那上一次我们也是差了几分赢很多。我们今天一下盘表现得比较好，那第二盘可能两个人都有一点小小紧张，然后所以就被对方扳回去。刚刚还十指紧扣，一打回下来在禁区里面很爽。哇，超赞的，就很厉害。我觉得他打球非常有技巧，就是就跟那个他的搭档很互补。太强了，真的是台湾之光。谢淑薇、彭帅挺进了霸王女双的冠军阵，不仅破了自己的纪录，也是台湾史上的第一人。接下来就看八号的冠军战，靠着精湛的球技还有球迷的集气加油，拿下霸王女双的双打金杯。